这老太太一看，这会也没啥我的，全是老头的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快过中秋节了，去维持维持老丈人，拉了八箱酒，然后呢还有点月饼。主要的呢是那个前两天唐山大哥来，还有那个潍坊老弟来，给我老丈人拿的烟啊，在这个箱子里呢。给我老丈母娘拿两个铁锅，都在这里。咱们出发去上我老丈人家。今天是这种情况，我跟我媳妇儿吧，明天没有时间，所以今天不能在老丈人家住，也就是呢，不能在老丈人家喝。准备给他接来啊，他要来呢，咱就喝点；不来呢，咱就商量他来啊，尽可能的让他来。然后中午整点硬菜，咱们喝点。走，出发。今儿车真多呀。今儿不周六吗？今儿天真好啊。好像再有两天又降温了。这就是咱们走过最短的高速了。十分钟。哎呦，这块肉，这就属于笨猪肉呗。对，农村的正宗肉。嗯。哎呦我去，这块炖着吃没治了，炖点粉条子哈。树叶子不那么绿了吧？嗯，不是那种翠绿的颜色了，有点焦黄了又，还不是焦黄，有点发黄了，看着没？说黄也老快了。嗯，我老丈人今年又是丰收年呐，这大苞米，这边苞米真高，真的，真好。先到了。就到了，你看雨大不大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反正也是最近没事也下点儿。那行不弄？哎呀妈，这块苞米也太高了，这块。哎呦我去，这苞米。这个是铁梁子老丈人家的。啥呀？这是张老四家的。是吗？嗯。啊，这块太高了，我的天哪！看张老四家这块的，嗯，都高啊。张老四家今年品种就是高的。这是我老丈人家的，这不也挺高吗？高，正好一个小时，咋的？把我那东西都给我收拾出来了。啊，这园子落没落啊？园子落了，这园子里这都种上白菜了，这都园子里没啥了，黄瓜还有点啊。哎呀妈，这地上辣椒，感觉你就我就愿意吃辣椒，差不多够了，这辣椒够了够了，来。来两根水黄瓜，看看。哎呦，大虾蒙给我盯了。那会拿土豆拌的都辣不少。没呀，土豆子在屋呢，就茄子辣这里了。哎呦我，就茄子，土豆子没事，土豆子都吃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啥天开照啊？秋天就能开照。秋天，现在不咋大呢。瘦。就下雨浇那块有棚子，它还能浇着？那雨下那么大，那得烧你的。回来了，朋友们，老丈人挺给力啊，老丈人来了，我让我媳妇出去买点菜去，领老丈人、老丈母娘溜溜的。我在家做饭。嗯，农村拿买的大五花肉啊，给它炖上，然后这还整块瘦的，整瘦的一会儿炒个肉。然后干豆腐来个尖椒干豆腐，然后这是在农村买点熟食啊，农村街里那熟食那老香了，纯笨乎的啊、哦、嘿嘿，我开始做饭啊、哦、哎，你下六七酱，哎呦这炝锅炝的味儿咋样？我不一定下场大凉菜，昨日没跟老头喝了，今天中午好好喝点，一个多月上回没喝好。这有不有汤？嗯啊，这个行，这个好吃。农村炖猪肉，来青花下点，来点海鲜酱油，把那个胜利买的干豆腐，水淀粉，再做吃个蒜，等会儿啊。
这盘尖椒干对我真硬。哎呦，三条小鱼儿用这大盘子，整点小绿帽子。这一盘老好了啊！哎呦，这真香啊！我去，太盖了，溜肥肠子。这网友给拿的酒，这酒咱尝尝啥味儿啊？没喝过。嗯，挺好看的。嗯，挺好看。桃糖的还是？那，哎呦我，今天十个硬菜呀，十全十美呀。酱拌嘎牙子，这是猪心，溜肥肠子，小鱼花生米儿。整点果盘儿，这我的拿手好菜，尖椒干对付，炒出时间长了。整点紫虾，松仁小肚，这是猪肝，菜挺硬，酒也挺硬啊。整点呗，整点。一百多里的木街，那不整点啊？一百多里，是跑半天菜了，啊，都累说话了。先吃点菜吧，先吃点菜。上来就先喝。对对对，先吃点菜，整块猪肝尝尝怎么样？这是胜利的猪肝，蘸汤鱼蘸汤，鱼炖咋样？要就这呢，不拿跟前了呢？没事，这咱这桌能转。鱼整咋样？行，味道真挺好的。嗯，来口这个。不敢动，把趁手吃。嗯，来块大瘦肉呢。行啊，菜挺硬啊，炒的很好，好不好？嗯，尝尝吧，是吧？瞅这样式就能好，黏的乎。嗯，是啊。行不行？妈，你来尝尝。我这就做这菜一绝啊！一绝。大点块，嗯。喝一口吧。喝一口。行不行，菜？行，就一个多月没咋喝了，就喝。上这儿搁家，上这儿来。嗯，今天这来两次了，来来来吧。走吧，再喝一口吧，整一口吧，慢慢整。嗯，慢慢整去。对，嗯。白整快个。哎呀妈！哎，这就这什么呀？这个不低。不输低，嗯，不低。一喝就知道。嗯。我你就别喝啤酒。喝什么啤酒？我还得说，看他喝一这点酒下，那这胃里通开，到酒道通开了，就再严一点啊。嗯，对，那没毛病。吃鱼啊，这鱼挺嫩，蘸汤吃。鱼好吃。嗯，蘸汤吃。今天这仨鱼不小，挺大啊。价钱也好，人家吹说的便宜一块钱呢，头两天29。头两天多少钱？29。嗯嗯，他这是河里头的，他是最贵的了，是不是？剩下就海里的了。你不有鼻炎？你现在好我好了。你吃啥药吃好的？你陪酒给我陪好的。那不是。哎呀。西瓜甜不甜哈？挺甜，西瓜好吃。他说这西瓜是宁夏的。嗯，宁夏的。宁夏都是沙土地儿。妈，这么老远，这咋运来的？啊，这他妈像多远东西还运东西运不来？就是快递费贵呗，那就。刚才说的，说来年不想卖了，我不挣钱。不挣钱，他在这块多招多大罪啊？他搁那个小半截子车里睡。他挣的少就不挣钱，那对。那这，那白天在外头热天在是树根底下。那全夜店才能卖几块的。嗯。他说干好年了，明年不一定干了。嗯、啊。干了，干了。再过俩月休完休息后再喝啊。行。哎，好嘞。撤了啊，老郭。你老头撤了，人家老头干不下地。撤了啊，撤了。再把东西拿出来，放冰箱。嗯。走吧。晚上还喝点不？喝点，能不喝？得喝点啊。行啊，我给你慢点。嗯，行，回去吧，下月再来啊，下月再来。好了。
拜拜了，好嘞。